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，还停留在爱用大包包的阶段，这想法恐怕要改一改了。小包包越来越流行，而且越迷你越袖珍的越引人爱。南韩女神朴信惠就是小包包的爱用者，最近更在 IG 晒出她选用 Rogue 17个造型，用行动支持近期的新头号。朴信惠是小包包的爱用者，近来爱上 Coach 最新的 Rogue 17包款。 Coach 提供 Rogue 手袋是 Coach 最受欢迎的手袋之一，此手袋灵感来自奔放叛逆的梦想家，是一款随性使用的手袋，袋以鹅卵石颗粒皮革制成，提把是有粗犷缝线设计，更富有经典 Coach 吊牌钥匙圈转扣设计及可拆卸式斜背带，造型时尚又实用。朴信惠爱用 Coach 本季当红小包包， Rogue 17包款 Coach 提供。